嗯，爸，走啦。快点回去了，现在把他们放到这边，白天放到这边养，然后晚上要拿回去，太冷了。大魔匪还跟着我跑哎，这野鸭子跟着我跑了又，这个条件反射很好。哎，这网子里面的菜，打药了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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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药了，卡住了卡住了卡住了。剩下这个跑不快的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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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饿了，太冷吃了的东西，快点回去啊。哟，哪一个跑不快？条件反射很好，虽然我也没怎么管。今天多跑太好，那个跑不快的也是。来，吃了。晚上要搞进去，晚上太冷了，就搞点饲料。真你妈跟土匪一样，这东西，看一下多大哈，快把饿大了一下。这两个好大，这那两个应该是母的，长得慢一点。这两个是公的，真大的，哼，才几天。